给我了吧，给我了吧，当了呢。这么三个人啊，那不行吧？这咋杀我呀？我的盾！如果不点个赞，我把你脑袋给你敲了，还敢嚣张？加油！加油！等等！又是蒙多，别的英雄不太想玩了。现在我就觉得这蒙多好玩，我就想玩蒙多。蒙多为什么？哎，为了救人。让他比如啊。他比如我们一会儿就比如没蓝，比如。有没有人看到蒙多的脑壳茧？船长前期比如可费蓝了，毕竟我是玩过船长。怎么这就开始塔下战神了？比如干啥呀，这是给我摆了一个三环。这得插个眼儿啊，这脑袋顶上这狼人挺吓人呢。这是什么狼？冰雪狼吗？他骑一个冰，我们十八个兵，别让我撇着你啊！千万别让我撇着你！你让我撇着你，我就直接上，我就直接上你！挂机了，永恩呢？比如。真杀我呀！那不行吧？撞墙弓啊！撞墙弓呢，主要的唯一的一面道具也是一面墙，但这个墙呢，跟刚才六……我想直接快速回城。可以，这钱正正好好。三个装备不错，没事儿，我们能赢，稳住，我们能赢。下三个，Bye, have a great time。完了，半区歪了，追他，追他，追他。往他前面走啊，等着他能直接扑，别让他扑走。
出我们的话也只是铺个被动，也没啥用，上来也没用了。这永恩，这永恩上不上这把游戏跟他也没关系了，他上来了也只是不加分，他也扣分，他上来他也扣分。这没用吧？哎呦我，这老些人儿，快速回城，100万个人，100万理由。先来个二速鞋吧，往哪跑？刚。发的，亚索喜欢亮牌是吗？不要不假鞋，这蒙多现在是战士，要靠我们打虚区的。伤害可以，关键他现在这攻击力有点高，知道吧？而且是常驻攻击力。这啥意思啊？玩吗？是吗？妈的！滑板鞋！哇哇哇哇哇！珍妮弗·洛佩兹。刚一下，我决定出个蟹手，我不出破剑了。我现在不太喜欢破剑者这个装备了，虽然他给我加双抗，但我觉得没意义。蟹手的那个盾很好，我其实出不出破剑，我拆塔速度都一样，没啥太大区别。长波正在撕裂上路。俩干啥呀？俩要打峡谷先锋啊？哎呀，真敢打呀！问过我蒙多了吗？想秒我？那不可能，根本就秒不掉。你跑啥呀？你刚不挺猛的吗？完了，就围剿了我。
一没溢出来，溢出来牙齿死了。五个人实现鬼啊，我要实现鬼我就不出反甲了。他们家这把不是说吸血有点多吗？我没有大，我刚才有大我给他们全杀了。防御塔这四下就没，咱前期得有爆破啊！有救！你们大龙，我来一波一 v 五。等大招十秒，给我了吧，给我了吧，给我了吧，当了呢，这么三个人啊，那不行吧，这咋杀我呀，别蠢，我的盾，耶嘿，一拳给我了吧，我操，我这一管的盾4063的护盾值，如果心之钢能上3000应该能有700攻，但是时间太久罢了。给一个，哎哎为什么会变成700？开大加攻击力吗？不加吧。现在蒙多开大也不加攻击力呀、啊，怎么会变成啊？蟹手加攻击力。看完影片别忘了帮姐姐君点个赞哦。